似乎在重复十五年的时间，无论是生意也是中意的进展，数量都已经不少了。而且犯劫之中，还有真多原点，等待师傅带领阮一同翻译。师傅，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是停止翻译，目前所译出的种种修行法门，后辈修行者十世嘛学不完，其实已经有够了。讲什么？恁在咧讲什么？恁敢知影恁家己在咧讲什么？什么叫做有够啊？什么叫做贡献已经真多啊？真正卫生的重要，恁都也袂，恁都也袂。罢了，罢了，相随罢了，也未了人心。为谢欢笑，两地太后再陪，是苦心费尽，慨叹一面啊。起来，恁拢起来。这土脚有水滴嘞，恁紧起来。雨伞紧拿起来。恁，雨伞紧拿起来，恁。起来呀，师父！弟子恳求你，请您通离开呀！一世心愿为真心，诸如不救生。困境。
意，求原谅为师随心一回。难以样样为惜的亲戚，既然初逢，既言未谢，说不定还未谢恶意，随我慢走杂处，必须得外赶紧领心献佛，尽早完成本书的托付啊！法师。我看你一个人咋这么的紧徛，在牛安敢有人替你搬啊？便无安排呀，贫僧去牛安只是暂居呀。刷落来，我就要打船前往富兰国。富兰国，法师。现在已经到这个国家，在几年前就亡国了。什么？十几年的变化，竟然这么大。佛菩萨护佑，但愿夫人的圣心
拢平安无事啊。法师，你已经有年岁了，这经文这么多，如果这么重，你一定无法度搬啦。啊，无要紧，牛安的王太守是天神的佛教徒，到时阵我请人替你通报一声，就保稳地咯。现在，现在，那安尼就有劳师傅。这一切拢是因你，拄啊好王大人请为师翻译《金刚经》，所以会暂时待在宁安，为师就答应。感恩师父。王大人，金刚经在天地是非常普遍的经典，为什么在中土会缺失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，而且保存不易，翻草扭木版本差异的问题嘛，真多呀。确实讲，会当由翻典直接翻译出来，就是上万书、上完整的宝典。只有在佛祖伊的学识顶面，才袂有偏差呀。现在，现在，大人的用心，定睛赞叹啊！关于易经所需要的人才一定数，在有劳大人安排了。当然，当然，阿官会立刻交班落去，请大师以各位法师尽好加印。现在，现在。师父，请你原谅弟子不孝，希望会当阁予阮一届机会，好好学习为师。请师父慈悲。现在，现在，不怕。七波万，只怕万地转。来，一部解结经，对着亲历威胁有真大的帮助。这是为师自身翻译的作品。恁都利用翻译《金刚经》的闲暇时间，
呼呼啊言头再回一段时间，为师的我再问您各自的心地，您一定爱用心相奉，地主奉迎。各位法师辛苦了，翁大人，实在是感恩大师啊！建筑师真久无这么啊努力啊，经文的力量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妙案合法的人是愈来愈多啊！大人，这部《金刚经》是解空第一的娑婆第一菩萨向佛陀请教要如何掌握心的方法，这个课题对大家来讲都是十分的受用啊。是啊，连我在翻译的时候也都发喜充满，纷纷发愿要抄写十步，开讲十遍，确实是如此。无论在这夜经场，也是经房内面，桌顶拢一定有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以便随时抄写方便。现在啊，现在，大师与各位拢是牛安的大贵人啊，自从恁来。下官的心内，逐天拢是佛光普照。来，做伙立坐，听大师讲经。
完成即可了。师傅，地主这边嘛有完整的两铺。那呢，再加上我的三铺，就有六间的服饰，应该得到金光经了。现在，现在，大家发心，为师拢有看到，但是明明翻译都已经完成。您也过用这么多时间在咧抄写金榜经，这是为师真好奇，为师思想的源头，进度究竟如何啊？您大家讲看卖哩，这一年来。该这件理解到什么程度啊？魏凯，啊，你先讲。哦，哇，这部该这件的重点是。佛说无相，真实地离间冥想，偏太低，太粗浅，无我这佛罗蜜了通烦恼尽。个混动金光镜的内容，哼，唉，悲哀，悲哀呀！一年的时光就安尼浪费掉了，也千世万年。快顺，换你，为师想要听看你的心情。马都要有留下来意义，为师在中土十五年，一半的时间拢是在电台之中度过。虽然有相随的弟子，却无将威信当作是一生的志愿。请问？我留下来的理由何在呀？